快的，我要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然后很希望接下来可以在其他的地方看到更多人，然后也很希望以其他的形式跟我的乐团，然后去到别种地方，然后唱更多的歌给你们听。最后一首歌。好不好？下次圣诞节再看，好不好？走。好啊。然后大家后天有空的话，也可以去南南西村找他，他在台北有他的最后一。